人家有那个本事下。Careful, brother. You're covered in my sword. For Asgard! For Asgard! For Asgard! 干林老师又是这招不讲武德。左。
索。干你老师的霸体！我。No matter what you try, the results will be the same good. 无话可说。感谢鬼鬼。左，一进来就看到这尴尬的一幕。我已经很认真了，那他要霸体我也没办法。应该放一放大招的。怕伤害不够。走。休息，晚餐之后再继续。我打到九点应该也打不赢啊！好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晚点再继续。八八八，因为我抓不到黄光，所以暴气是最安全的，又有。